接下来的话，针对这个路街道，那当然我刚刚讲过逻辑，基本上逻辑第一个，其实我发现其实它应该地址哦，应该是要都有零，也有里也有区，这样我觉得比较合理，而且比较简单。可是因为哦，它这个资料可能收录的时间很长，而且经过很多不同的承办人员，所以也许啦，我觉得当然将来如果你要彻底解决问题的话。最好就规定，反正你的资料就要完整。哦，如果不完整的话，对于资料处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我发现哦，其实很多人问的问题，大部分都是哦，因为你前端来的资料就没有符合一定的规则，所以变成说你花最多力气哦，是要把那个不对的规则转换成对的规则，那实在是太麻烦了啊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假设你是。一个新的资料哦，你要重新让人家输入哦，你确定哦，最好是能够都规定的清楚，将来相对的也就比较一劳永逸，哦，不然的话，这问题实在很麻烦哦，尤其是邻里区这个，那后面的话一定是路街道哦，像这个后面的字，所以理论上会有三种的逻辑，那三种逻辑的话哦，基本上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哦？那所以呢，我就把那个问题丢给他。那当然，前面的问题如果可以解决的话，其实后面这个的问题应该就也可以，哦，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套用，应该也可以解。所以我大概分成，我把这个问题拆解好了。第一个问题是路街道哦，第一个 step，我先找到那个什么呢？这个路街道前面这个字，它在第几个位置？那第二个 step 的话呢，我是找路街道的这个有没有街或道或这个路的位置在哪里？所以哦，等于是第一个动作呢，我是先找它的位置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再把资料给全部串在一起啊。所以哦，我把它拆开来。那也就是我想要知道第一个问题，叫到底那个怎么邻里区的位置在哪里的话，那我就问了一下 ChatGPT 啦，因为这个 ChatGPT 应该比较 OK。所以呢，我就在这边问了一下哦，请帮我撰写一个 Excel 的公式。那因为呢，我主要是要针对哦有零的那个资料，所以我这边找了一下，发现呢这个资料里面哦有那个什么零的，应该是在 F7 这个地，应该 F7 吧哈，看有没有零，有零的话，我看一下是应该是啊这个。啊，对，F7，好，F7，那因为什么要特别找 F7？因为它有零嘛，哦，OK，那表示说呢，其他也有可能没有零啊，有里的话，哦，那怎么做？反之的话呢，只有区，那怎么做？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稍微叙述一下，哦，就是说呢，将那个 F7 的储存格，我把还把这个资料贴过来，有没有？台北市40区怎么什么路，哦，那么中，然后等等等这一串。而且呢，哈，我还特别跟他讲说，请你用 find 函数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哦，你不跟他讲用 find 函数，他蛮喜欢用 search 函数，哎，当然没有影响啊。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看，希望看到的是 find 函数，然后寻找零的位置。OK，如果没有零，再去帮我找里。如果没有，应该这个打错，应该是如果没有里。再去找区了哦，OK，所以我把这个叙述哦，把它叙述完之后呢，我把它送出。后来发现呢，它还蛮聪明的，虽然我打错一个字哦，它不会因为我打错一个字而影响。所以最后的话得到的结果哦，有没有？它会先用 find，所以 find 什么呢？find 零这个字在 F7 里面的位置。那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其实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它会发生什么错误呢？就是仅 value 错误。所以它在利用 if error 这个函数怎么样？去做过滤，也就是如果假设发生错误，表示找不到。那如果找不到的话呢，它就会接着去继续找什么？找里这个。所以呢，它这边有讲找一个 find 里在 F7 里面位置哦。然后呢，如果再找不到的话呢，再去找区啦。所以它做完之后，我们来试一下。理论上哦，这一段把它复制之后贴过来。OK，我觉得它这个地方能不能达到我要的？那记得贴的时候，因为我在 F7，所以我贴的话，我把它放在 I7 的位置哦。你不要贴到 F2 哦，因为那位置没有相对哦。我把它贴到这里来，OK，然后打个勾看看。位置是不是第十一个字？看一下，
一二三嘛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没错，所以这个零的位置刚好第十一。然后呢，我往上填满看看好了。那其他的字对不对？区这个字是不是第六？没错。那里是第九，没错了啊。所以其实理论上，它这个公式做出来之后，应该零里区的讯息都是正确的哦。OK， 所以把它记得哦，我是贴到 I 七。然后把它向下填满，先向上填满，再向下填满。那理论上，如果地址没错的话，位置应该找到了。这个是指的是我要的资料的前一个字哦。OK， 那你说老师，那如果我后面路接到的位置在哪里？那其实很简单，可以把这个公式有没有复制一下，取消，贴到这个地方哦。那你说贴上为什么贴？因为还好它的规则都三个。前面是邻里区，后面是什么路街道嘛，所以很简单，你就把邻里区有没有把它改一下，改成路街道啊，因为三个都刚刚好了。如果未来假设不是三个是四个，你可能自己再补 if l 就可以了哦。这个可能应该看得懂了，只是说我们就直接拿这个前面的公式来用，好，把它向下填满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位置第六个，所以如果假设我要取得厦门街三个字的话，那我就直接再利用一个函数就搞定了。什么函数 ？mid 嘛，对 ，mid 取它的地址，从哪个字开始？因为这个字我要取的是它这个字的下一个字，所以我就取这个位置，有没有？对，加一嘛，OK。然后几个字，就把这个字的位置有没有？它路街道位置减掉什么了？它那个，邻里区的位置，就是厦门街了。他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应该不会很困难吧？OK。但是我跟各位讲如果你要一次全部做完，哇，那公式真的是太复杂了。看一下确定，把它向下填满，全部搞定了，底下往下卷动。那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有出错的那可能是地址本身的问题。我好像下面有看到它的地址不是正确，它是什么什么什么捷运站，它就不是什么哪一条路几号几巷自己啦，就是那个地址本身有问题的话那个我们就另外处理了。OK， 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。OK， 有没有？所以我是分阶段，第一阶段呢。我是利用 ChatGPT 跟我讲说，你帮我找这个公，你帮我产生这个公式，那我再利用这个公式呢，产生第二个公式，有没有？贴过来之后有没有？改一个字就好了，改三个字了哈。然后最后的话呢，再把它用 mid 串在一起，就 OK。所以这两个有点像是为前面的这个 mid 函数有点像是铺路啦，有没有？因为你说为什么？因为 mid 需要两个参数嘛，一个参数是哪一个字？一个参数是几个要几个字嘛？那所以你就是先把这两个产生，再产生这个就 OK 了。那可是你说老师最后这个 I 跟 J 我觉得有点碍眼的，因为它跟那个没有关系啦，外面按右键嘛，隐藏不就好了？看不到了 ，OK。但是你总会觉得说，好像还是不够专业，这感觉让人家看到，感觉好像自己有点能力不足哦。所以如果假设你将来你希望这个公式要真的把这删掉的话，你现在删不行啊，因为删掉这边不见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删掉，很简单，你就把这边公式怎么样复制啊，记得等号不要复制到，取消之后再把它贴到这边，有 I2 有没有 I2， 你就把它贴上就可以了。所以但是有点复杂了，我贴给各位看，这个 I2 贴上，这边 I2 贴上，也就是把 I2 的公式直接就贴到它指的那个位置，打个勾，没错的哦。那这边不是还有个 J2 对不对那再把这个 J2 的公式怎么样？复制、取消，再贴过来，哇，这是看到了吗这个，但是这个可能。是需要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，OK。只是说这个动作不难，但是很容易做错。可是如果你做对的话，那表示你真的厉害了。
有没有打个勾看看？如果你打勾之后也对哦，哇，恭喜你，你应该这么长的嘛，向下填满，底下也是对啦。那这个时候这两栏哦是确定是可以删掉的 ，OK。但是量力而为啦，我觉得，因为我本来刚开始都是直接教同学这样子，但教完之后全部人都阵亡了。老师你在讲什么？我讲得很开心是没错，因为我都很清楚，但是别人都听得不清不楚，因为觉得说这后面也太复杂了吧？真的，我刚开始没有 ChatGPT 之前哦，我真的就是一步一步慢慢讲。好了 ，OK， 所以你量力而为。如果你实在是做不出来，没关系。你就把它隐藏就了了 ，OK 哦，好试一下哦，把画面再还给各位哦。也有那个可以复制的啦 ，OK， 所以如果你要复制贴，这边也是有 ，OK， 你就直接从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九页哦往下卷动一下，找一下，或者你们也可以自己再问问看哦。我只是想到比较合理的一个问题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。